不好？我说你不可以去攻击他前妻。每流的一滴汗呢、啊，通通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，也在守护这些成果。台湾的进步也会推动世界的进步。现在国际社会都认为，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。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，通通都是为了台海的和平稳定，台湾的安全，还有我们民主自由的制度，以及经济持续发展，让台湾的进步跟发展也能够进一步的带动世界的进步跟发展。台海和平有利于世界的和平。